我们的小家每天都在入侵的进行哈。今天我们要去选瓷砖了，本来我说今天休息哈，应该拉出来选瓷砖。昨天好累哦。那个不累啊，那个进度还是要跟上的。对，主要是不能耽搁进度哈。哎，那你？啊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我们在吃。怪了，我们还没吃。那种好大哟，大了，在中间搞的。对啊，没有这个大的噻。晓得。我说话有点儿，减肥一点点哦，这个。可以啊。看得眼花缭乱。像那种偏暖色的，然后那种柔软砖，因为我不喜欢啥子黑呀、灰呀那种颜色的。我们这个砖的是一个温室的奶油啊，那种不是纯白啊，颜色大的那种。像那种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都太黄了，不喜欢。就是那个钱是。那个颜色偏白一点，但是也不是纯白，我觉得那种颜色都很合适。正哥，你觉得？嗯，可以。今天回来了，都带一个蹲便器回去，水箱。慢走哦。慢走，老表。饭也不吃，拜拜。好，慢慢走。好好，多打打哈。瓷砖也选定了，基本上选定了哈。那我们老表饭都不吃就走了，还说喊他吃饭呢，他不，因为他们刚吃早饭，吃得晚。然后我们就先回去，回去还有那边还要砌墙的，还要去看吧。肯定要去看一下噻。哦，反正每天都是外头装房子，还有租房子的地方到处跑。应该今天爸爸也跟着去跑。多少呀？多少爷？你们在抓的？吓我大跳！吓你大跳！你还是穿起睡衣，还没换衣服。饿了吗？没有。你不是我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饿了，你在天上都不能玩。饿了都煮得起，吵起就起。俺妈妈做饭还戴个眼镜。哇，今天又有虎皮青椒哦！耶耶耶耶！那一锅不烫哦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我也不晓得我妈是啷个放进去的，现在就是要把它啷个拿出来。冷的时候。嗯啊，没有，没有肉来煮不易哦。那好大的泥！我不要吃。不要吃啊？不要。你们吃啊，爸爸。不吃。我吃饿了，我都没吃。要妈煮的菜就少吃。你怕还没睡醒哦？今天怕是婆婆煮的哦。你看妹妹给你夹的菜，你都把它吃了哈。我最喜欢吃。吃蘸糕糕啊。那就是你买的噻。那些菜都是婆婆从邻居拿来的。嗯。我妈的菜一个就是一个特点，下饭，下了两碗饭，我要赶紧吃了，等下整个过去看看那个墙，砌得咋么样？还是要去视察下工作噻，哈，整个。必须的。